Hello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吃酸辣柠檬牛皮，这是我昨天收到的。这个吧，就是很酸，然后这个辣度我觉得是中辣，对我来说中辣。我觉得不是很好吃，就是太酸，就很酸很酸，然后感觉没啥吸引人的地方，没有麻辣牛皮好吃。就反正就是没得吃也能吃下去了，但吃完这一次不会吃第二次。要是空腹吃，然后会酸的胃很难受。还有芹菜，太酸了，拜拜。